已经开始了。一步一步的来。别挡着我视线。把里面的线搞出来。哪面开哪面关呢？松螺丝，好。还有这个扳手吗？没有扳手，只搞活动扳手吗？也行。好，再搞这边。松完螺丝以后，一步一步的搞，不要搞那个那个，你把那个松掉。线没那么长啊。哇，小心烫到人了啊！转转。屁！你要把它抬起来，从那边转过去。提起来，我提起来。别提，轮子掉了。往下翻。